場特警。機場特警，以後冇撚再搭香港航空啊！我一定會俾你上飛機嘅。邊位啊，師兄啊？成條 K 帶我睇啊！知唔知啊？不如每人講下今次旅程希望得到啲咩？我覺得我最近個腦有少少濕濕地嘅，要通一通個腦。希望有啲靈感啦，喺創作上面嘅靈感。係啦，花旗啊，可以點樣幫你通咧？其實真係唔係太想去噶啦，但係迫於無奈之下，只能夠選擇屈服喺梁少嘅淫威之下。你又想得到啲咩咧？呢趟五日嘅旅程，你咧，師兄，你想得到啲咩啊？其實我的 Facebook icon 咧就應該都有四年冇轉過啦。我想在呢個旅程可以影多張完美的 icon， 我幫你影。但係擺個 pose 先，唔得呢個影咗，係零，影咗，一定影咗。你出去食緊咩啊？韓式蟹醬飯卷啊！叮一叮格外醒神，建議大家可以嚟到七仔的時候買一買。俾狗食啊！俾狗食，而家啊，啱啱而家推介緊。你哋兩個都吃了的喎！各位愛狗人士可以買回去俾自己個愛犬嚟做午餐啊、晚餐之類咁樣，應該好喜歡吃。許米爺，我哋幾點鐘會到泰國啊？根據我多年去泰國的經驗咧，應該就是泰國時間三點半左右就會。即係我哋兩點鐘香港時間起飛。係。三點半泰國時間就到了，係，而家好像快了咁樣嘅，因為我哋而家係凌晨時間嚟噶嘛，咁你凌晨自己坐車嗰架車都快啲啦，因為夜晚冇車嘛，咁架車可以嗱一聲衝啊嘛，你唔好以為飛機同車係兩樣嘢先得㗎，其實得一鳩樣㗎咋，係，係啊，夜晚冇乜飛機飛啊嘛，咁我機師咪再快啲咯。啱先，有幾有道理喎。啱噶啦，所以學到嘢咁。咁啊又學到嘢。所以坐飛機咧，如果要快咧，一定係坐凌晨機嘅。做咗咁多年機場特警係冇白做。真係。喂喂，哇！喺我哋做咩啊？呢度邊度嚟噶？哇！咁快就翻翻嚟香港咯喎！我哋咧已經完成咗今次呢個泰國之旅啦。真係。喂喂喂，呢度边度？太清楚，我听到有人话呢度系香港国际机场啊！你做咩会嚟到国际机场嘅？哦，我哋知啦。JFT 首次四个人同行，四人同心去旅行。咁今我哋呢个旅程系要搞啲咩咧？我哋都唔知道。翻到嚟，大家咪知咯。OK， bye。各方给你的困开模，将提名恩本告诉你 ，Alright， 你放下一个大碗。好了，没想到他们又可能去破破，被谁消灭的破片，被谁破灭？唔系，一剪翻嚟呢度咪得咯，剪翻嚟我哋够行紧噶。跟落嚟啊！可以做空少喎，一定系空少噶啦，我会。点解做咁多年都系机场特警？机场特警好批过空少咯，机场特警陀炮噶嘛，你唔知噶咩？唔知啊，有炮陀嘅咩？有啊，自己嗰支系嘛？吓死你老婆！好撚攰，而家係晚谷時間三點四點咯，三點半啦，嘈一聲我屌你，而家係香港時間四點三十九分，好撚攰而家係，哎呀，瞓又瞓唔到，但係而家好撚急屎啊！喂，哇哇哇！而家是泰國時間嘅四點二十分啊！咁啊，我哋而家已經到呢一個曼谷嘅機場。而家係嗱嗱聲翻去住宿嘅地方瞓覺㗎啦，定係？我靠 ！OK， 哥 ，OK， 哥，都冇乜精力拍啦嘛。瞓覺，瞓覺。
我哋而家呢個情況咧，係等緊阿梁少咧去 call 的士嘅，佢一個鐘前已經開始 call 噶啦，等知佢架的士去撚咗邊度。真係所有溝通唔撚到啊！佢同啲太仔啊，又話乜撚嘢泰國通？泰國通啊！屌，屌撚到喎！我唔知佢一年嚟十鳩幾次泰國啊，唔知嚟做乜柒嘅佢，可能就係、是。叫的士呢個動作可能都訓練咗幾次噶，都含啊，都含緊啊，深夜啲的士司機未瞓醒，你唔使講嘢噶啦，你要夜間的士嘅，我係嗰啲閪講嗰啲咧，都係閪咗你面噶啦，好彩我唔係啫，而家喺度中谷，同 fans 去咧，一定唔可以帶女去，啲閪講女一定係閪撚曬面嘅，我都係同啲閪講女講嘅真係，你樣而家都閪，係啊。小閪，小閪，小閪，小閪。